没有最乱，只有更乱。艺人卧室宛如战争过后。我其实是乱中有序，曾经录影要搭时尚搭配，但我还是真的找不到，就被我收到我外勤的行李箱。我说真的，我朋友来，真的他们都在坐哪？他们随便你拨开都可以坐。那你现在应该不会有吸尘器，也不会有扫把。哦，没有哎，因为我都找不到灰尘。吴宇轩可以接受这种男朋友吗？我不行。我以为我跟他会蛮好的。今晚10点，东森综合台32频道《医师好辣》。